下吧，别老喜剧了。哎，你们受到这个感染吗？这几天香港这个就是愁云惨雾，我怎么觉得一天一个跳楼的，而且都是学生啊。我就注意到一个事情，因为我当然第一反应就说是为什么，对吧？然后所有的这个媒体，他们有好多媒体列了一个单子嘛，大部分都是什么学业压力大，只有一个说是得忧郁症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因为什么钱财的问题啊，其他一列说是这个学业压力大。那我就看他有没有那个遗书嘛，我想看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。奇怪了，没有一个讲到他为什么要自杀，也没有一个提到是因为学业的，就是我看到的就有遗书的人啊。他那到底是这个原因吗？未必吧。他写遗书，他里面就说是要交代家里人要好好过日子啊，就是朋友们啊，你们要那个什么，你们要那个继续生活。他不写他死的原因。没有，还有一个人说是我自己做的不好，但也不说是我什么做的不好，他也没有说，所以他没有一个人讲清楚这个原因。后来呢，我就后来也就反正就有人就怪媒体嘛，说是媒体渲染，说那个媒体去报道，有人去模仿。我就觉得这年头做媒体的真冤呐、啊！那个美国特朗普上去也怪媒体，什么都怪媒体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其实这年代可是这年代每个人都是个媒体啊！我正经媒体我不报道，你 Facebook 上就没有人传吗？但是媒体呢一定要报道，但你说没影响吗？可能也会有影响。假如人正好是在这种悬口上、悬崖口上，又不断的有这样的消息传来，他这个有一种心理上的暗示。事情都是肯定都是很偶然的，凑在一起也是偶然的。但是你一定要找些规律的话，我发现你看他们自杀的地方啊，基本上都是乌村，沙田啊，慈云山啊，烧鸡湾啊，西环都是也有啊。对，西环，对，那个也算乌村。当然、哦、都是香港比较穷的地方，而且住的房子、香港你知道住房就是两种，你晚上看最清楚了。如果都是黄的灯光，那就是私人物业。就是中产以上的，如果都是白的灯的，那就是乌村。你看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，他们都是大学生，都读得很好，但是家都住在乌村。我可以给你一个佐证，就是香港有调查，发生在最贫困地区的自杀，是发生在最不贫困地区自杀的2.3倍。是，香港的人最简单的来说分阶级啊，就分在两类，有楼没楼。一半的人有楼，一半没楼。那没楼的人呢，你知道香港是一个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差距非常不公平的地方。我20年前来香港就知道，你如果不是读大学或者做生意，你做一般的工作的话10000块，到退休了还是10000多块。那么怎么样能够有这个阶级流动呢？你除了炒股票跑马做生意以外，最靠谱的就是读书。只要你家里的一个人小孩一读书了，大学一毕业22岁15000，20年前就15000了。所以我们那些学生啊，他们在家里都担当了一个阶级流动的使命。只要他考上大学了，家里就问政府借钱，让你读了大学将来就上一个台阶。那很显然，你看现在这些人为什么叫人感慨，他们恰恰是处在一个阶级流动的最有希望的那些人。你想想他们的家人住在乌村，可能一辈子就住在乌村了。我们就供你一个孩子好好读书，希望你能够考上大学，而且你考上了，读了港大成大，都快毕业了，你现在就这样轻生。所以这个一个阶级口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因素。当然更大的背景我们现在谁都知道，现在这批学生，我常常开什么晚会啊，我们开玩笑还跟他讲了世界怎么早晨8-9点钟的太阳，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那些学生就只能苦笑，他们真是不好彩啊。现在这些香港的学生不好彩，多少年来香港的学生考上大学就是一个改变自己身份的一个途径。现在他越来越，因为房子越来越贵，现在的大学生就算你出来毕业10000、20000什么，你都进不了上升。政治上更不去讲话，降了20%了。他可是里头还有好多有那个中学生，说最近自杀最年轻的一个才9岁，好多，但是绝大多数确实是跳楼的。我也看了他那些图片，确实住的那些就是我们叫那个香烛楼，那些比较高比较密的那种地方。但也有人说到底什么原因这么集中，会不会是呢有一些这个 deep website， 就是我们表面看一些网络，我们不知道，就是那些小孩子他们自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，他们有一种网络，可能有，会不会有人在那种网络里面给他们一种
这个鼓动啊或者什么，因为不然你怎么解释连串的？这个可以查的。这个你说香港有这种防止自杀的这种组织，有、哎。我通过这个事儿，我才觉得社工是很感人、很伟大的。对的。我看见有一个社工，就是他们真的接到之后啊，他就去干预。什么叫干预呢？他说啊，你不要让他觉得我是来做工作的。嗯，对。他说，比如说有个自杀的小孩，我在他身边，他一句话都不，他说有些想自杀的孩子啊，一句话都不会跟你说。就在玩他的游戏，他说我怎么办，我就坐在他身边陪着他，我就是我想告诉他，就是说你的问题也许我也解决不了，就社工最忌讳说你还有人比你更惨呢、对对对对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说我陪了他好几天，就是我只想告诉他，就是说我解决不了，我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，但是呢这一段我可以陪你来走。对，知道这个孩子喜欢玩动漫，他后来就买了一个这个社工啊，买一个动漫展的票，请他去看，对，请他去看，这孩子就跟他去看。哎，你说这种现在还不单是自杀，现在这个青年人，香港青年人到底在想什么，这是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问题。就是那个时候所谓这个上课呀，基本上就是上午三个钟头，下午三四个小时，还经常去农村啊，去玩啊，都是这些回忆。我上小学、中学的时候，可是今天的孩子，我听说忙得连电视他都没时间看，一学到十一二点，就是莫言不是最近两会提案吗？对对对，就建议变成这个，就是不要这个十年制，而且就是说取消小升初什么的什么考试，让他少考点。这以后我们可以聊一次。这以外就讲厌学情绪严重。他当中还有几个，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成绩并不差的，有跳楼的，他成绩并不差，但是呢，据说是他们没有信心。他可能面临一个考试或者什么的时候，他就变得没有信心，但其实他是有实力。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这不光是香港的问题，前段时间啊，这个自杀在内地也是一个话题。徐老师，华东师大的吧？对对，华东师大，对，江绪林，一个40岁的青年学者，在大陆他还是讲师，研究外国哲学的。非常冷静哎，你看这是非常有头脑。讲他们说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广告的时候教育帮助了一下徐老师，可以谈谈江绪林。就是很可怕，就是说因为他太冷静了，就一条一条他都写好的，我这个卡里边十几万给我的姐姐，还有多少另外一些钱帮我料理后事，我的一些书送给谁谁谁，他送的人我都是认识的。我有个师弟也是自杀，也是华东师大的，我和青前些年了研究王朔啊，研究阿城的。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杀呢，就比较多引人这个感慨，就是很多人因为他看得很透，他脑子不糊涂，非常清楚，他对世界看得非常透彻，他为什么还自杀呢？这个基本上啊，就还有一个十几岁的西安的一个所谓号称什么史学天才的一个孩子，出了2本研究宋史的书，前一阵儿也是自杀，引起很大反响，人们就是说这个媒体社会对他施加了太大的压力啊什么的。这两个呢都被认为是忧郁症，忧郁症也吃药，就像那个孩子也吃药。但是从这个孩子的这个传出来的这个最后的一些文字里啊，我想到一件什么事儿啊，按说这种思想不能广泛传播，对吧？就是说有一种叫哲学的自杀，你明白吗？就像你说的，这些人觉得自己读了很多书，你比我聪明吗？你还来劝我？我对人类的未来看得透透的，接着活下去一点吸引力都没有，你们就是混吃等死吗？你们愿意混吃行尸走肉，你们行尸走肉，我的精神境界不在这儿，你们没劲，对吧？就是所以我的死就都说了，不许任何人跟我说三道四，你们要聊的那些我全明白，对吧？你们也就是这个里边有一种，你知道，你看王国维的自杀，据说是殉一个文化，对吧？那么有时候你很难，比如说有一句话叫有的人可能是朝闻道夕死可以，早上让我明白了宇宙的秘密，对吧？晚上死都行，
对吧？我早上明白这是社会没救了，我晚上就死掉了。他也是，这也是朝闻道。其实我也有这一面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在这个就是说是吃饭睡觉挣钱泡妞之外呢，我也有一个这种对宇宙人生终极的。我觉得早上你要让我明白了，我这个密集的来一轮这个吃饭泡妞睡觉是吧？就我可以，但是晚上再睡觉。但是你看，关键就在于这个吃饭泡妞睡觉，就是说。我怎么觉得我可以像动物一样活着，就哪怕对人类太绝望，吃饭总是好吃的吧，是这个姑娘总是美的吧，这个你可以把我降低成一个动物，我也要活着。这就是你说的那篇文章当中啊，就是那个社工他就说了，他说他有个办法，就是就有的人他打电话来说要他要去死了，他就问人家说，好，那如果自杀的念头是十，那你现在的念头是有多强？那有人说我九分，那一分是什么？那一分是什么？是让你能够留下来的。你那一分就是吃饭，是吧？就吃饭先睡觉，泡妞睡觉，不是爱怎么俩睡觉。所以就要找那个那个。有的人的死呢，真的这个叫以前他讲重于泰山轻于鸿毛，真的有的人的自杀，你想到了就是我在苟活，但有的人呢就觉得他完全不值得，有的人呢我们完全搞不明白，比方说深圳的那个堆泥啊。那个泥石流啊，那个事情还没查出来，那个局长就自杀了。我们宽慰的是，中国的自杀率在全世界不高的，跟人均 GDP 差不多。在全世界，我最近还查了一下，香港也不算高的。你猜得到全世界自杀率最低的是哪些国家吧？穷的地方吧。你猜得到吧？古巴。哪里？一群国家。沙特阿拉伯、因为他们叙利亚这是禁止自杀，我刚才本来想说的伊拉克，因为就是穆斯林是禁止自杀的，恐怖分子出来最多的地方，那才觉得自杀率最低，但是宗教里面不十万分子0.2，沙拉伯古兰经里面说里边还有几个是那个自杀式的战士，对，自杀式战士，所以他为什么说恐怖分子他是并非是真正的这个穆斯林，就有这一条。他们不但是不能够吃不能够去自杀，还不能够吃自死的东西，这个动物，如果是自己死掉的动物还不能吃。另外中国的自杀是有特点的，全世界的规律哈是男的比女的多，城里比乡村多，老年比青年多，中国三个全到，中国女的自杀比男的多，乡村比城市多，年轻的比中老年多。你看咱们说孩子，我发现全世界少有，香港其实平均每天自杀一个老人，咱说现在一天一个学生跳楼，香港早就是平均一天死一个，自杀一个老人呢。